Jak neferkardaram rujak dalar maşişes kegadana pok sapo。 一声吆喝在地洞外响起，机甲钻出地洞，奋力挤到人群中。当地夫人的老管家还雇佣一个每天背少爷上学的人。小少爷是个残疾人，没有双腿，行动不便。老爷马上要去印度给小女儿寻医治病，所以在这之前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照顾小儿子。经过多次尝试，老爷最终选中了智力残缺却身强体壮的吉亚。他看着吉亚背着儿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奔跑着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选定了吉亚背儿子上学，隔天老爷便要带着生病的女儿出国了。少爷在吉亚身上不停哭泣着，祈求父亲不要走，却没有用。吉亚担起责任，背着少爷气喘吁吁地走到了学校，把少爷放在座位上后，自己自觉地进了马厩里。吉亚这时还并不知道，从进入马厩的这一刻起，他成为马儿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少爷说要上厕所，吉亚听话地抱着少爷帮他固定住身体。少爷说吉亚以后就叫驴子，因为他害父亲没能带自己一起去印度，就把愤恨都发泄在了吉亚身上。放学以后，所有的孩子都是骑马或是骑驴走在回家路上，只有少爷是被吉亚背着的。同学们嘲笑少爷的驴没有蹄子，少爷的好胜心被激发出来，就说吉亚是马，还要求吉亚和这些驴马比赛。吉亚有些不开心，他说自己不是驴子也不是马，自己只是来工作的，他工作完就要回家去了。少爷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他只能告诉吉亚，如果他赢了那就给他钱。吉亚这才答应，可人怎么能跑得过马呢？少爷用树枝抽打着吉亚，催促着他前进，可这一段路实在是太远，明显跑在前面的吉亚最后用光了力气，还是输给了大家。吉亚背着少爷走到了大街上，远远地看见了一个乞丐女孩，他觉得乞丐女孩长得很好看，于是望着女孩痴痴傻笑了起来。少爷用树枝抽打了他一会儿，他才不舍得走动起来。回到少爷家后，吉亚帮少爷烧水洗好澡，帮他穿好衣服放在了秋千上。这时管家带着一个身穿水蓝色衣服的女人进了院子，让吉亚拿着今天的工钱回家去。吉亚离开后，管家带回来的女人对少爷俯了俯身，少爷这才注意到女人穿着漂亮的白色高跟鞋，脚上涂着艳丽的红色甲油，明显是个妓女。之后女人被老管家以打扫卫生为由叫进了家里，秋千上的少爷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幕。第二天吉亚又背着少爷去上学，少爷上课，吉亚就在旁边的马厩里等待。下课后，吉亚背着少爷一起围观孩子们做游戏，场地中间有两个人正在相互碰撞，没一会儿其中一个就被撞倒在地，只剩下赢的人站在中间。少爷对吉亚说，如果他能赢就给他钱。在金钱利诱下，吉亚上场了，只见他背着少爷怒吼着冲向对手，两次就把对方撞倒在地，围观的孩子们一片欢呼。这时一个男孩站了出来，场面再度安静了下来。吉亚和少爷这次却一次又一次败给了男孩，在两人都力竭之后，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回家后，少爷告诉吉亚自己要让管家买个轮椅让我开除他，因为吉亚打架打得不好，害得自己摔破了头，吉亚委屈极了。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，少爷注意到管家和那个妓女从家里出来了，管家正在付给妓女钱，他要求管家把吉亚赶走，给自己买一张轮椅。可老管家把钱都用在了妓女身上，怎么舍得买轮椅呢？于是只答应给他买辆手摇三轮车。吉亚看少爷是铁了心要赶自己走，不禁嚎啕大哭。他并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，他诉说着自己的不满，试图博取少爷的怜悯。他说自己背着少爷到处跑，为他洗衣服洗澡，却被少爷打。少爷害自己脚受伤，吃五根萝卜，吃面包，变得很重就算了，还让自己饿肚子，他不能就这样赶走自己。吉亚为少爷跳起了舞，甚至表演起装死来取悦少爷。少爷却依旧坚持赶走他，还骂他是蠢驴。吉亚说自己不是蠢驴，气愤又无奈地离开了。隔天吉亚又来接少爷上学，可少爷已经有了一辆手摇三轮车，可以自己去上学。吉亚只能卑微地恳求少爷留下自己，就算明知道少爷会用石头打自己，还听话地为他捡石头。他跟着少爷到了学校，可是没有人愿意把少爷从三轮车上抱下来，就连老师也不愿意帮忙。吉亚赶紧走过去背起少爷送他到座位上，只有坐在一旁的石子坑里给少爷捡起了石头。少爷用石头打他，他只是躲开，嘴上没有任何怨言。放学后，少爷还是不想让吉亚背他，独自坐着手摇三轮车离开了。吉亚有些灰心丧气，他走到了大街上，抱着膝盖坐在角落里，远远地凝望着那个美丽的乞丐女孩。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少爷的呼唤声，原来少爷的三轮车太劣质了，走到一半时前面的轮子就掉了，幸好有人愿意帮他，用绳子把他和他的车拖到了大街上。少爷在这里看到了吉亚，就让帮他的人先走。吉亚虽然有些不高兴，却还是听从少爷的话，拿着大石头走了过去。他把一块大石头递给少爷，少爷露出生气的表情，做事要打他。他害怕的后仰，却见少爷把大石头扔进了旁边的小水塘。他又把第二块大石头递给少爷，少爷就像刚刚那样扔掉了石头。吉亚开心地吻了吻少爷的额头，两人欢呼起来，重新和好。吉亚和少爷在院子里欢快地大叫跳舞，一起累瘫在地上，一起洗澡。少爷对吉亚敞开了心扉，抽泣着告诉吉亚，
自己有多么想念父亲，吉雅却不懂他为什么哭泣，反而问起毡角上的两只蜘蛛是谁的。听到少爷说是自己的，他就问少爷能不能分给他一只，少爷同意了，两人又在院子里快乐地跳起了舞。下课后，他们又一起来到了和别人打架的地方，少爷依旧拿着树枝抽打催促着吉雅。吉雅想起了学校马厩里始终站不起来的那只小马驹，被马妈妈用脚踢着催促着他站起来，就像现在的自己。吉雅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变成了一匹马，在少爷的鞭打下又重新站了起来。可之后的战斗他却一次又一次失败了，他听到少爷不停地叫他马儿，他很不开心。吉雅不禁幻想着，要是在大街上的时候扔下少爷走向那个女孩会怎样的。可现在少爷正骑在他的背上，用手扇着他的脸，他只能再次睁开眼睛爬起来冲向了对手，这次终于赢了。少爷答应请他吃冰淇淋，他从没吃过冰淇淋，很好奇冰淇淋是什么味道的，而且刚刚又打过架，他又渴又热。可当少爷把冰淇淋递给他的时候，他却没吃，而是赶在冰淇淋融化之前送给了心爱的乞丐女孩。小女孩眼神清澈，表情虔诚，在为他祷告后接过了冰淇淋。吉雅不禁看呆了。两个男孩回到少爷家的院子里一起玩游戏，然后又一起荡秋千。少爷坐在吉雅的肩膀上说想和他一起分享乞丐女孩的爱，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单纯的吉雅对爱情格外认真，他不愿意和少爷分享女孩的爱，说女孩只能选择一个人，而且他先选择了自己就不会改变了。少爷却不能理解吉雅的想法，在他看来好东西本就应该分享，可吉雅始终不同意。少爷生气地说要和吉雅绝交，吉雅马上就从秋千上站了起来，任由少爷抓着秋千绳子吊在半空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少爷没想到吉雅竟然真的走了，只能一边大骂着吉雅，一边自己慢慢滑下来。第二天吉雅背着少爷来到大街上，却没看到乞丐女孩。在路人的告知下，两人来到了一条巷子里，他们看到了树下乞讨的女孩，少爷给他钱让女孩为自己祷告。吉雅难过极了，将少爷放在地上，再次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少爷也伤心地流着眼泪，一边哭喊着让吉雅不要走，一边靠双手支撑快速向前爬着。他开始还恳求吉雅不要丢下他，慢慢却说出了要杀掉吉雅，让警察抓吉雅之类威胁性的话，以及马儿站住的命令性的话。他拼命地追，终于追上了走得并不快的吉雅，一把抱住了对方的腿，爬上了他的背。吉雅似乎放弃了挣扎，而少爷终于又一次掌控了吉雅这匹马。少爷带着吉雅参加赛马，毫无悬念的输了，之后又一起来到草地坟场。他说自己的母亲和乞丐女孩一样漂亮，也是个乞丐，父亲娶了母亲后不顾众人耻笑住在了一起，后来战乱中母亲抱着他踩到了地雷，之后母亲死了，他也失去了双腿，母亲和双腿就葬在这里。他悲伤的哭泣着，想让吉雅也同情他，可吉雅只是躺在草地上不断喘息着。巷子里跳着水的少年们想向少爷租马，少爷起初开出很高的价格，后来还是妥协，将价格降低到把吉雅出租了。他对少年们说，为了纪念母亲，他会把自己赚来的钱捐给乞丐。少年们一听蜂拥而至，都抢着要租马。吉雅顺从地戴上了马龙套，拴上了缰绳，还背上了马鞍。之前打败过吉雅的少年站出来说想让吉雅蹬出马蹄声，少爷收下了钱，让人把马蹄铁用长钉子透过鞋钉在吉雅的脚上。吉雅痛得像马一样大声嘶叫，却没有人同情他。从这以后，吉雅下班之前，少爷都把他关在自家的马厩里喂他吃草料，吉雅只能麻木地咀嚼着干草。一天，少爷骑在吉雅背上找到了乞丐女孩，问她想不想骑马，女孩眼神清澈，她摇了摇头，转头向行人乞讨。少爷驱使着吉雅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他把身上的钱一个一个扔在地上，引诱女孩跟着他走，最终学着老管家的样子将女孩引诱到了自己的家里。这一切对吉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可他只是对着少爷哭嚎，再也不去为自己抗争，也不再诉说自己的不满。也许只有在回自己家的这段路上，他才能自由地走路，自由地唱歌。少爷日复一日出租吉雅，甚至还有了一套自己的驯马术，他叫少年们用拉耳朵控制吉雅，在吉雅结束一整天的奔跑折磨后，还喂他吃干枯的草料。老管家带来了一个马头套，说是送给吉雅的礼物，还戴在了吉雅头上。这时乞丐女孩熟练地进了少爷家里，少爷看到后也跟了进去，老管家好像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是为戴着马头套的吉雅解开绳子，告诉他把头套带回家很快就会习惯的。吉雅麻木又沉默地戴着头套离开了。地洞的窗口处，一个马头慢慢退到了身后的黑暗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穷人居住区里又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我要一个男生一天一美元。对于孩子来说，也许人性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，残疾的少爷并不理解应该如何与人相处，只是学着大人的模样驱使着吉雅。
起初吉雅还会对少爷过分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争，可时间久了，他似乎慢慢习惯了少爷不公平的对待，变成了他的奴仆。没有人告诉少爷这是不对的，管家的纵容，其他孩子的袖手旁观，让弱小无力的少爷只能借助控制吉雅来表现自己的强大。他将吉雅从一个人异化为了一匹马，自己则沦为了魔鬼的奴隶。而作为人存在的吉雅，从戴上马头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杀死了，留下来的只不过是顺从主人的